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老妹儿。我现在在云南昆明啊，火车站附近的沃尔玛超市啊。我来昆明差不多一个星期了，然后在这边玩了不少景区，也吃了很多好吃的。明天呢，我就打算去下一城了。然后今天过来买点东西，然后路上带着吃。大家还记得上次我坐火车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吗？两天两夜走了，然后后悔死了。当时用鞋子呀，要是包里有个信用卡该多好啊！我过来就是在超市里买点菜啥的，然后顺便看看买点生活用品，啊，路上带着用。哪个漂亮？我感觉这点不错。这一个，紫色的。紫色的，跟我那个差不多，大小这两个正好。那就拿这件衣服吧。刚才在那边拿了一包袜子，这个是浪莎的，五支装的。这杯子好可爱，玻璃杯子。这个杯子很漂亮，喝茶大小正好啊。多少钱一个？9.9一个。嗯，我很喜欢这一个。如果不是路上的话，我就买两个了。在路上带着不行，醉了容易。这边的沃尔玛超市真大，是一楼的。上面这个装修挺喜欢的。这边是卖盐区，就是云南的产的盐。我准备买点盐，然后寄回去。还有这个加点的，还有不加点的。上边就是贵点的。云南当地这边的。云南普洱的摩黑盖盐，这个是4块钱。四袋是多少钱？四袋一公斤。那我就拿这个拿四袋吧，拿四袋的，你给我放里边。一个低盐的，一个海藻盐的，还有一个未加碘的。这个三个是，这三个是几斤？三个。三个一斤零，1公斤零50克。大盐。这个也是加点的，这个也是加点的，对，也是加点的。我们这边几乎都是吃到加点的，除非医生提议要不要吃加点。我还可以拿多少克？我还可以拿950克，如果拿3斤的话，950克。这两个加上这些的话，大概是3公斤。三包1公斤零50克。对，然后再加2袋，700克，这1公斤零750克，再加250克，刚刚好3公斤。哦，3公斤。行。行，那就拿这些吧。蛋糕去了，这边就蛋糕区。27，拿一个吧。逛了一圈吃的，我基本没买，就买了一个面包。买了一件衣服，好多哦，还买了好多盐。超市阿姨给我介绍那个云南这边的藕粉，我准备去拿一袋。我拿一袋这种的吧，我拿一袋这种的藕粉，这个吧。刚才我在这边试喝了一下，这个味道挺好喝的。我给你一袋，那买个大袋送你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。你是这个？这个是不是就放上那个热水冲着喝？对，就是用水一冲就可以了。行。一样的，装的是一样的哦。行。那我就拿一袋这个吧。我终于找到这个抹布了，这个布子很好用。我看这边是多少钱？哦，8毛，差不多。然后这个我之前用过，很好用。这个抹布我一共是拿了20块，20块的话是16块钱，10块的话是8块。拿着20个，跟那些盐一块寄回去。20个，我没怎么买吃的，我也不打算买了，这些东西拎回去就很沉了。然后我再去这块地，吃的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点。
后现在要去结账了。这些都是我的20条，应该是。我出来了，这一大袋子都是我买的，一会儿差不多有一半多要寄回去。是我大爷在干嘛？我现在在寄快递了哈，大哥在打单子了，一会儿就寄出去了。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常家镇快递代收点。那一些就是装了这么一个小的箱子，就这样。